王者荣耀中五大打野渣男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的话进来看一看吧。第五名，韩信。你们知道他为什么是渣男吗？因为他天天抢小姐姐的蓝，还跑得贼快。第四名，赵云。赵云为什么是渣男？你们知道吗？貂蝉有一句台词说道，子龙哥哥等一下妾身。兰陵王，兰陵王为什么是渣男？你们应该知道的，因为他会隐身半夜跑到了别人的被窝里。第二名，李白。由于有很多小姐姐爱上了李白，所以拆散了很多情侣。你们知道第一名是谁吗？如果知道，评论在下方。